大家好，我是林，欢迎到粉丝投稿期，让我们这局呢来观战这把与微尘相遇的红夫人。那么对上的阵容呢是调酒古董前锋牛仔，这阵容修得慢，这里上来找到了调酒，一个镜子一台，有没有差了一点点？这吕蓄力一刀没打到，打到了 OK。那刚才应该是压住位置，这里调酒上酒，调酒上酒再转过来，转过来前面是一板一窗区，一板一窗区，这里应该是想等镜子了，镜子还有六秒钟，这个谁来 OB 啊？前锋来了，先来一波撞，先这里开金身，先开你一刀，我去，呵呵呵，你前锋来了，好好玩是吧？这里一个镜子没抬好，但是这里。压不到位置，压不到位置，转过去没用到，没用到，这里有没有用到？差了一点，开球撞一刀有没有？哎呦，差了一点点呐、啊，刀再长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那么这里抓前锋，再等镜子，等镜子，等镜子，镜子好了，这里翻过去，前面进墓地，前面进墓地还有个调酒。这里玩板子，先交镜吧，先交镜，还是不用？蓄力带刀，这里骗到身位，但是飞轮用得很好。那这里抓条九吗？抓前锋比较好吧。这里一刀砸了一个板，我操！已经修掉两台密码机了，这里换抓一个镜子先抬，这里一刀是有的，这里怎么被你搞到没有了呢？怎么被你搞到没有了呢？一个转镜一刀先抬，好的，前锋被摸起来，前锋被摸起来，牛仔过来了，牛仔已经过来，这一刀 OK 绕到，反绕到。牛仔已经过来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这里在找，这里在找，这里在找，看到了，镜子已经好了。要不镜子先抬手，这应该是会被捞下了、啊，对吗 ？OK， 镜子抬一手，压住位置。OK， 没有没有，刚才没有打到东西，这里打到一刀牛仔，古董在旁边躲着，这个转镜。先把牛仔给劈了，没劈到，没劈到，古董这边趁机来摸，他这里想把牛仔给搞，牛调酒被摸起来，前锋在这边呢，管机子，管机子，这里一刀不要急，好的，那这里换挂吗？差了一点点呢、啊，这里换挂吗？你带金身没事，古董来了，一个躲棍，前面还有块板子，板子先下了，古董绕路来，想打气球刀没有办法，好的，前锋不来撞救的话，其实刚才前锋可以来撞救，这样他们求生赢的几率比较大。好，一个转镜是转向前锋的，但是古董这里要入来救，这一刀打到椅子，打到椅子，这应该是没有吃上几棍吗？打一刀古董，打一刀古董，牛仔那里趁机跑掉，那边在补状态，这里压住位置，这里压住位置转下，但是这个转进一刀没勾到，那就是死棋。OK， 调酒摸箱子，古董这里来 OB 了，前锋来了，先装一波金身开启打你一刀，前面是地窖，红夫人这里想把骗蓄力。这里一棍，
两个恶人在这里，欧比亚实在是有些难受，刚才精神都交掉了，都交掉了。古董残血对吗？调酒啊，不是前锋，两个都残血的。镜子开了，一刀先把你给抬了。那里牛仔被捞起来，牛仔被捞起来，这里。骗了一下，被我拿到了气球刀。那么这里前锋先挂，前锋先挂，换挂的话机子还有一台，还有快一台的机子。调酒这里来了，但擦了擦眼，切了擦眼，看到应该是调酒。这里再骗，再骗。打到 OK， 打针对打前锋，打针对打前锋，这里先挂，先挂啦。这个镜子还真给你打到，但是古董被摸起来了，古董被摸起来了，这里打不到古董，古董还能站在这里，你还想他还有棍，他还可以打两个棍欸，开玩笑。这里应该是想抢机子，这里应该是想抢机子，这里边还有个牛仔啊，你看这阵容。骗下你要被骗到这里，一刀抬古董抬倒 OK， 这边转一下，牛仔秒勾，打放血流吗？这是我觉得可以打放血流了，但是古董还没有交过自己，蓄力带刀。好的，牛仔的话，这里先挂。不挂遗产吗？我觉得挂遗产蛮香的啊。我看一下遗产多少，遗产还有一点点，还有 30%。这里一个镜子一台，转一下，转到了，但是好像没有视野。有视野哦，这一刀我操，这一刀准了啊。那这里挂上，先挂上。前锋来救，前锋不见得救下来。他这个空旷地区，这里准备跑路，虚。刚才分人用掉，一刀毙命。好的，这局打架打到四杀。